苗栗县副县长邓桂菊率领县府团队亲自走访基隆社大，与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进行学习城市计划团队共学交流。我们从104年基隆就是学习型城市的一个指标，这几年我们都一直参与，教育处也非常的努力。那跟苗栗我们之间的互动很多，两个都是学习性的城市的代表。我觉得双方面因为地理环境不太一样，所以需要学习的东西也相对的不同。我觉得它其实导入的不是高龄城市，更像是一个每一个人对地方的认同。我觉得基隆在这一块透过交流，我们可以学习到苗栗的长处，那也希望苗栗到这边可以更认识基隆。来到我们的月眉，我们的实地做实体的社区大学，你看到哇，真的是令人惊艳。基隆从104年起，年年获得教育部学习型城市竞争型计划肯定，为全台唯五通过教育部补助县市。另外，基隆市成人参与终身学习活动的比例占44%，全国排名第五，显示基隆致力于发展在地特色的学习型城市计划有成。透过这次交流，两县市相互学习，一起为终身学习教育目标努力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